你知道古人的脑洞有多大吗？他的玩法就是要取出中间这个圆环，右边有一个圆环，左边有一架飞机，中间的圆环从右边走，被右边这个圆环给挡住了，左边也过不去。有人说让圆环跨过这个弯钩，但是圆环跨过来之后还是出不来，左边被一架飞机给挡住了。那么怎么才能把中间这个圆环取出来呢？以我250的智商研究了3个月，终于解出来了。接下来我就把我的研究成果告诉大家。首先把圆环移动到最右边，然后把两个小圆环移动到弯钩的中间，分开两边放置，最后通过空间错位的方法，圆环就可以同时绕过弯钩和飞机解出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那么怎么才能装回去呢？同样的原理，怎么出来就怎么回去，让飞机和弯钩再次重叠，循着原来的路径，通过空间错位的方法，就可以让圆环回到原来的位置。瞬间觉得我自己真是太聪明了。这句话大家有什么意见吗？